欢迎收看 Web TV 网络大明星。大家好，我是罗文玉，我是王洪恩，准备要迎接我们的大明星，我已经在前面看到他了。哇哦，欢迎张志成，小天王张志成，可以上车，先跟我们所有网络大明星的四周的好朋友问好一下。这边有三个网络大明星的，这边再看前面，这边有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摇滚区最近发片的张志成。耶、yeah! ！恭喜志成哎，加入到新东家，而且真的有，我看新闻、这个都大规格哎，千万制作，千万签约金，千万不要制作，千万不要那个千万，哪来的千万啦？其实不是用钱去做的专辑，我觉得是用心去做。哎、欸，哇！纪念我的这十八年的歌唱，对一些音乐的梦想，对，那第九张专辑我就用十八来用唱歌打动一些受伤人的心，对，疗愈，好不好？于心，我们总是爱上后便剩下傻劲，为了谈一段感情，什么都愿意。如果有眼泪把它藏在心事里，煎熬成了成长的一铁方剂。好低哦。小说时间是最好的书生品，却怎么也擦不去前进的语气。所有的朋友一起来，半边黑半边青，都是爱过的痕迹。青春是陷入那一抹的暗色系，一点黑一点青，圈起那过去的点滴，哪怕不痛了，却留恋着不退去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都冒汗了，我天哪！哎、欸，好好听，到不仅没有老，而且越来越力，有没有觉得？哪有？就应该直接就刺进去，这个、时间唱歌其实有点难，有点难。我今天是九点起床的，对，但也是完全考验一个歌手的功力。哇，这个、真的考验大了。而且在两个实力派的面前唱，哇，不敢，我们也没有实力，一直在注意我的音准，按，我怎么可以讲到？没有了，按喇叭，按喇叭。志成的声音真的很棒，不仅唱中文歌，英文歌绝对要来一下的，一定要。Wonderful tonight， 哦，有练哦，有浮夸、哦。我前面是这样的，这样的嘛，对不对 ？Oh wonderful， yeah。So wonderful tonight. Is that you just don't realize、yeah. how much I love you? Oh, 来喽！还是都跳起来了，八连音啊 ！Yeah, wonderful tonight. Wonderful tonight.I wanna fall tonight. Yeah！ 要不要社区？既然都开到民生社区，应该有一些你的回忆吧？嗯，我回忆可大了，因为我那时候家里没有洗衣机，我就必须每一次那个衣服，你知道我们很忙的时候，就是可能一个礼拜还是累积了一桶，然后我就拎着那个洗衣袋、然后就到洗衣店去洗衣服。那这样给你个任务好不好？就回馈一下乡里。什么任务？什么任务？就是去洗衣店，去洗衣店洗衣服吗？不，唱歌给他们去洗衣店唱歌。对啊，算是回馈自己，是报答他们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、这几年也算是照顾，间接照顾你，洗了你很多脏东西。确实是很脏。好啊，下去啦，就唱给他们听。真的假的啦？回馈他们，你 OK 吗？好了好了，来来来，我们三个应该都没有在洗衣店唱过歌。我的天啊，好疯狂啊！张志成，你有听过他的歌吗？有呀有，是吗？谢谢。他说他以前住民生社区、哦，常常经过民生社区啊，难得回到这了。来台北算是成长的地方，成长的地方是民生社区，算是第一步就在民生社区。对，我以前住在九龙大厦嘛。来了，当回馈。你最喜欢他哪一首歌？
什么？末日之恋。凌晨三点钟还是末日之恋？要问人家。凌晨三点钟点歌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模仿他表情。你再问一次。你喜欢哪一首歌？他讲不出来，人家近距离看到光环，总是巨星的光芒，会吓到。不如我们就先来直接现场 live。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在洗衣店唱歌，哎，我们也是。哎，背景一定要拍到洗衣，好不好？真的是洗衣店。你们继续折衣服啊，这样比较有画面。Baby, baby, love can be so beautiful.是怪那一刻话说得太重，所有的情节都失控。Baby, baby, love should be so beautiful. 你给的太多，现在我才懂，只有烟和酒陪伴的。凌晨。三点钟，耶！你没有录下来，也没有录下来，你没有监视器，真的，是不是 ？OK， 可以了，可以。他推出他的全新的专辑叫《十八》，这样够疯狂了吗？哇，好疯狂，太疯狂！天哪，跨出界，哇！还等什么？自拍，自拍，我们配合他一下，真的吗？来，自拍一下，可以。耶，谢谢。那今天的节目最后，因为我们有准备三张的 CD， 好哟。然后呢，请志成出一个题目，然后呢，我们要把这个，如果答对的人，你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然后呢，我会在这个留言里面抽出三张，然后亲笔签名，好啊 ，CD 给大家。现在就比在那边，一个问题就可以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问题就是很简单，刚刚我在节目的 上面的时候讲说，我其实是在来台北的时候是在哪一个社区长大的。哦、oh, ，那今天谢谢志成呢来到我们 WebTV 网络大明星，网络大明星成功，谢谢。